海贼王环保扭蛋第二弹，恶魔果实系列已经出来了。那这一次恶魔果实变成是橘色的，那之后如果是比较偏这一种核玩的小物，可能就会采用一个没有人声，然后就是只有音乐的纯分享版。香崎士，这香崎士其实做的还蛮搞笑，但也其实蛮不能理解为什么香崎士跟索隆会在恶魔果实的系列里面，毕竟他们并不是靠吃果实得到强大能力的能力者。海多比较大只，而且身体厚实许多。这一只出乎意料的做的其实还不错。弗朗明哥超帅。